见到个个都去晒旅行，但边有咁多假放啊？所以咧就决定喺香港嚟个 glamping， 喺香港揾翻旅行度假嘅感觉。位于大屿山背岸嘅星源咧，占地足足近150,000尺。平时 glamping 咧就多数喺平地，而呢一度咧就有好罕见嘅梯田大草地，加埋四面环山咧，感觉就好似喺台湾嘅山区咁。场内咧总共有9座嘅充气波波观星型。我而家身处嘅咧就系呢个细嘅波波型啦，呢一度咧就可以容纳2至3个人嘅。佢呢度咧就会有齐双人床啦、冷气啦、风筒啦、喇叭啦同埋电暖毡嘅。不过呢啲都唔系最重要，最重要咧就系瞓喺呢张床度咧，夜晚可以观星。朝早一擘大眼，望到嘅系蓝天白云啊！眨下眼咧就嚟到呢个大嘅波波型啦。佢呢一度咧就会有一房一厅。房咧就会有一张双人床啦，而厅呢一度咧就会有一张双人嘅梳化床，最多咧就可以住到7个人嘅。我想坐喺呢个梳化望住呢个景，真系冇得顶啊！上360度无死角观星嘅话咧，呢度仲有3个全透明嘅星空帐幕，可以容纳2至4个人，设备咧一样咁齐全。最大嘅分别咧就系要打地铺，拉开个布点之后咧，同大自然近乎系零距离嘅接触啊！始终营地位置都算几偏僻，相信大家都好关心嘢食嘅问题。大家可以同场地预约安排早餐，一瞓醒咧就即刻有得食，够晒贴心啊！夜晚咧仲可以预约埋 BBQ 嘅服务，场地咧就提供烧烤炉租借，可以自己带嘢食嚟啦，或者喺出发之前向场地订购 BBQ 套餐。两手揈揈嚟嘅话咧，基本上3餐都唔需要担心。当然唔少得有厕所啊、淋浴室呢啲基本嘅设备啦。特别一赞咧，就系无论喺环境定系帐幕里面咧，都好干净企理。喺冇喷蚊怕水嘅情况之下咧，亦都冇蚊咬，啱晒各位怕麻烦又想体验露营嘅懒人啊！